啊？议员徐乃麟的儿子徐新阳，去年九月和爱情长跑多年的俄罗斯女友索尔宋瑞安完成世纪婚礼。婚后他经常在社群平台发出日常生活影片，近日他发布一支提着菜篮返家的影片，影片中他把回家当成逛超市，看到家中有什么喜爱的东西就全都装到菜篮里带走。让坐在餐桌的徐乃麟当场看傻眼，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超好笑。